Yes， 今天发薪水。发薪水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一副穷酸样。我都不缺钱用，我来这里工作是因为打发时间。你看，我男朋友昨天带我去吃大餐，还说下个星期要带我去旅行。如果你多钱用，就给我啦。一直在那边吵，就在那边吵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喂，男朋友啊？哎呀，怎么？啊，几久啊？两个月吧，好啦。啊，才见了爸爸妈妈。昨天一起吃饭了。OK 吗？喜欢你啊，现在。不知道哎。要急着结婚？哪里有这样快？急着生孩子？没有这样快啦。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想好吗？我讲太远哦。你要结婚了是吧？哪里有？谁讲的？我老公讲啊。啊？你帮我做什么？在干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肚子痛，我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我等下要去密客户哦，然后我没有客户，应该是直接回家哦。这样子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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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 pantry 附天天都没东西吃，而且那个 pantry 附给的东西是什么？就零食啊，他不能给一种比较好吃的东西吗？天天给这种东西，而且我的 leader 又懒，天天不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肚腩又大又丑又懒兮，讲话又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啊，工作量超大的，一个礼拜出多少工就多，哎呦，我真的讨厌啊，这怎么这么多嘛？我觉得 OK 嘞，是不是你要求太多？哎，你根本不明白好不好？如果你真不喜欢这个公司哦，你就辞职啦！不要在那边唧唧歪歪，吵死了。为什么这个公司的怪人这么多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韦小宝。如果想要找工作的话，记得找铁饭碗哦。想要抢先看铁饭碗的最新资讯。那赶紧点击 following， 再选择 see first，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的 update。